这厉害了。来，请站在这里。来，来，把你的身份报出来。我是新生代主持人第一把交椅多高？搞什么东西？啊！哇塞！等一下，伟忠哥，你刚刚有出来对不对？你刚刚有弄我对不对？怎么味道这么像？啊！我闻看。哦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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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你现在要控诉的，控诉康哥什么事情？女人，你们好笑吗？大家都毛起来了。懂车了不起啊？有车了不起啊？混夜店了不起啊？啊？说话、啊。不是，你不能讲一些不着边际的。你要怎么样得罪你？你不是这样什么东西啊？对啊，你出来就一直干掉我。还说话？好，赶快！你刚问我不说话，我现在说话，你还骂我，还说话？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脾气很大哦。不要再呛了，赶快讲。对，亏我，外景主持人很俗辣。好，你敢玩高空弹跳吗？哎，你才是俗辣。那怎样嘛？对，搞什么东西？控诉你还顶嘴？对，那现在怎么处罚？对，你有没有穿袜子？我有穿袜子。还有，脱下来。啊？你要干嘛？脱下来袜子。然后呢？放你嘴里。不是这样子。哎。我想请你吃新鲜时蔬。哦，那这可能是还好的啦，还好啦，还好啦。新鲜时蔬要加上新鲜的酱料。哦，千岛酱，所以我平常还是有照顾你就对了。小刚，不管怎么样都比我刚刚那个好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哇塞，康哥最近那个身体微恙，他那个上火，所以那个酱料。这不行啊，这不行啊，这不行啊，外面的反应越大，酱料越多。哦，你在做蛋糕哎？哎，不是，我跟你讲哦，虽然签归签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在暗巷里面，有时候被捅一刀，你也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我晚上不出门。这个怎么行啊？没有啦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我们。讨个人情，一半就好，一口啦，一口，一大口，三分之一好不好？一半的，一半太恐怖了。不是，康哥，你是不是这个时候跟人家道个歉？或许人家网开一面，大哥，大哥，我嘴贱，我错了，不够了，我怎么会？为了一个小小节目，我对你这样的态度，你高，你小巨人，你在开始亏我了，不敢，你在我心目中，你跟神一样的伟大。你在讲我刮你的车哦，不要刮我的车，不是康哥已经道歉，车框，康哥已经道歉了，你是不是少一点嘛？这个不行，我跟你讲，一大口，干爹。你干爹都讲出来，一大口，顶到舌根的一大口。好好好，那你来喂好吧。好，我用舌。我可以闻闻它的味道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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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闻，没关系，不用怕。你要闻人的味道还是这个蔬菜的味道？人。他真的看不到吗？他怎么知道我在这一边？这个方向是我，我在吗？你对，这个方向是我啊。是不是？来，来，他要三道，刚刚一口一口就好了。谢谢你平常的照顾。哎呀，我都是为了节目效果。哎呀，好好。放什么东
西有这么苦吗？啊，说对不起，哎，说大哥我错了，啊，大哥我错了，大哥我错了，很好，以后要站队，站在对的一边，你们拿水给他漱口，啊，我帮你擦，啊，他看不见，你要知道他嘴在他旁边呢，说谢谢。爷爷，不可不可以不要一边喝水一边讲吧。复仇者来势汹汹，妥东康陷入演艺生涯最大危机。说谢谢。爷爷，不可不可以不要一边喝水一边讲吧。你噎死。搞什么东西？要喝水。啊。OK 了。好，谢谢龚树泽。不是，可以了吧？可以。你要走了。这一棒是他瞎打的，打了就跑了。好，好，来，我们欢迎下一位控诉者。来，哇塞！哇，你一样控诉小康的。对，想不到陀先生也会有今天呐。哎，干爸，你何必这样，干爸？他不是我。他不是人，不是人，你是人啊！你看看，你先介绍一下你的身份好吗？新一代宅男女神。新一代宅男女神。哦，对，那这个很明显哦，可以猜得到哦。哎，可是你一向对那个美女都是很好的啊。对啊，就是因为。我每次私底下看到他跟他打招呼，他都会用一些很奇怪的言语叫我。例如，干嘛？他都会叫我一些奇怪的东西。可以讲吗？讲出来会暴露你身份。会。所以那你要，所以说你的感觉是被羞辱的，是不是？很不舒服，有点职场性骚扰。哇塞！哎，那你应该开心才对的。不是，节目上就算了，是私底下。哎呦，小康，你有没有印象啊？我这个人的私底下怎么可能跟女人讲话？真的是不是？是啊。但是每次看到我，他都眼睛为之一亮。我跟你讲，你完蛋，你这个声音让他听得到了，知道吗？那怎么办？所以没关系，我们有话压。今天就弄他就对了。我今天就是要来弄他的，而且我要弄爆他。OK， 你要怎么弄他？对，我要用我那里弄爆他。不是，要讲具体点。有没有一个？我们会下一条。你要玩什么游戏？哦，他坐着，我来爱的抱抱。哎呦，内地抱宅男女神的，对，宅男女神怎么好意思？是不是不好吧？对你会不会有不好的影响？可能男粉丝会生气，但没关系啦。是的，因为康哥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是各位男粉丝，这个不好意思啊，这个女生她是硬要。